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他应该是没有系裤带，然后我们大家全都爆笑如雷。哥们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来看一下网友评论，温太医有点着急了，皇上还没走远呢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我能讲的吗？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厉害厉害！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这特种兵放假吗？再看一下大视频的，给老板看成流水线了。这枪法确实厉害，看最后一个。这种情况应该夸哪个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男朋友这一晚上要用一生来治愈。太爷爷走的时候都没这么痛苦。这觉是非睡不可吗？玩的就是真实。梦见啥了？梦见啥了？做了一个尖酸刻薄的梦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比噩梦还恐怖啊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哎，公猫洗脸盖浇饭，嘿嘿。来了。哎，来，今天早餐我爷说弄公猫洗脸，我想起来了，公猫洗脸，拉个铁铃盖，就是一个盖浇饭。嘿嘿，开始。哎，爷辛苦了啊！哎，给你添麻烦了，你们别光惦记我个奶奶了啊！好嘞，好嘞，你小酒先喝着啊！好嘞，好嘞。这小孩打小就有相声天赋，我们来看这评论，把爷爷哄得跟孙子似的。爷爷真是越活越年轻啊！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历史老师的座位，政治老师的座位。英语老师的座位，英语老师的座位，语文老师的座位，数学老师的座位，体育老师的座位。体育老师应该换成床位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全是你，可是一个人，我的天。哥们，这有点吓人呢。来看这评论怎么说，按一下喇叭看会不会都聚过来，如果不聚过来的话是雷达坏了，如果都聚过来的话你要坏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还得是网友分析的到位。我来看下一个。咱不能这么下去。狗说服了，还有给狗画饼的。这笔画的没毛病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原来真的有猫会后空翻。厉害了。猫说他还是不肯来吗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搏击选手的气场是眼神带给对方的压迫感。这边。搏击选手的气场是眼神带给对方的压迫感。哥们儿，这眼神还玩搏击呢？来看这评论，一场下来，观众死伤过半。哎呦我的妈！眼神真的缺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从小到大就是在家基本上就是都吃肉呢，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寄那么15斤，然后家里也是养牛养羊的人，他们就是觉得很好吃嘛，就觉得能有一个这样的舍友也挺开心的，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来看着大视频的其他舍友说，爸爸爷爷奶奶这周还寄肉吗？这个叫法很符合舍友的规定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
宝贝，你是我爸爸。肚子里的孩子说：“好大人，爹快出来了。”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小姑娘，这嘴张的有点大呀！来看看评论了，吃了饭就不可以出去吃人了哟！哎呦我的妈！吃人这个毛病你得改改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就让他在颤抖落下，就让我看不见你脸上的牵挂，都结束吧。说心里话，那个最自私的人是我。哥们，你的唱功有点特色呀！来看一下大神评论，听起来很有嚼劲。确实很有嚼劲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饺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挨上一刀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你知道我从出生到现在见过最丑的人？你呀，因为从咱俩认识到现在，你从来都没有错过。哎呦，这他妈是什么话？哥们夸得很好，下次别夸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啊，兄弟，这条龙跟着你是委屈了。哎呦，媳妇儿大耳巴一个没落下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樱花怎么拍照？摸头发看花，花贴脸看镜头，闻花拍侧面。侧身看镜头，手背后面看花，你就咔嚓一下50斤啊！来看一下大视频的重要的寻人启事，这辈子找不到的，真的很难找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，小冰冰是你爸是吧？没错。你家里面小孩子是搞丢的啦？小孩？啊？小孩哭的？啊？是吴景峰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小孩哭得蛮厉害的。我是吴景峰啊，对，他讲他叫吴景峰啊。哎，他怎么跑来？他不是在车上的吗？吴景峰两路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好，跟紧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你没见过的学步车，老一辈的智慧，敲击声停下，孩子可能就是摔倒了。不得不说，咱们老一辈人的智慧确实厉害。我们来看看评论，打冒烟了，应该是下大风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位网友很有经验呐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我在网上看到的宣传片，驱车2000公里，到了之后看到的是这样。梦一场，上去好像有点大。我开始大声评论，你去晚了而已，没赶上大娘年轻的时候。你下回去早点，我笑得不行了。还有一个，打了8圈，麻将上都没有你的指纹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家人们啊，今天来夜市，我家烧烤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不买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谢谢啊。尝尝我们家冰淇淋，好吃吗？哎，不吃，不买啊。这夜市这么热情的吗？来看一下评论啊，上次在这条街打个哈欠消费791。哎呦再不行的戴个口罩呢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是我新研究的扭转乾坤自行车，因为骑行它需要我们提供强大的扭力，所以我使用了摩托车的链条。下面就由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骑行效果。看到了吧，相当别扭，非常好使，非常好吃。人都得要啥呀？看这大视频的趁节时都得挣税。可以在医学界申请专利了。我们两个最后一个。当时我在睡觉，就听见呼啦一声，一睁眼就下雨了，房顶没了，就吹飞了，突然世界就亮了。下面的评论说，梦里你见到了财神爷，他问你想要多少财富，你说上不封顶。
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是不是不行？你上里面待会儿呢？再看一下网友评论，有的人去动物园看星星，有的人去动物园探亲。哎呦我的妈！终究是被网友看穿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哥们舞蹈功底确实不错，来看一下大神评论，像极了我刚跳上来的大草鱼。形容的非常到位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你是拍好照给鱼爸爸拿赎金吧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山东包子啊，你们那边就这样子，这么大的？这怎么像我妈包的？像你妈包的啊？怎么的？是你妈包的？你看看，这是像你妈包的吗？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，我总是想着你，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。向伟大的母爱致敬，同时也向一线警察叔叔致敬。我们来看一下评论，我们下一代，这怎么这么像木马店的外卖？哎呦我的妈！这个网友说的很有道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咱们国宝确实是可爱，来看一下大神评论，僵尸来了都找不到脖子下口。肥嘟嘟的很是可爱，来个最后一个。厉害厉害，这是个老板被成狗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小朋友钢琴弹得不错，就是唱得有点着急。再看着你这样，感觉花园里的花唱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形容的很生动啊！我们来个下一个。一招吃遍天下，打得对手毫无办法。哥们，你这杀人有诛心啊！再看着大视频的，你猜他为啥坐轮椅？我算是猜到了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比我老公撒的谎还冤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兄弟们，出大事了！我发现我在雪山上捡的狗子，越扬越不对劲啊！哥们是不是养错了？再看一下网友评论啊，一看就是狼，因为我爸也是养狼的，只不过他养的品种不一样，我爸养的是白眼狼。哎呦我的妈！都是些人才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是强制开机吗？开着大视频的，这是什么种子？非种不可吗？我笑的不行了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
舌头说刚才啥过去了，羊说高铁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饭。哥们儿，你的技养的不错。我来看这评论，三姑六舅配大米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还得是亲戚的味道纯正些。我来看下一个。给我看馋了，开始大声评论，长这么大第一次看鬼做饭，哎呦我的妈。给大家表演一个秒通下水道，下次你来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忙活半天就为了那一口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送。这是到西天站下吗？来看着评论啊，白龙马今天信号吗？还得是网友观察的仔细。我们来个下一个。这是为了固定发型吗？看着大神评论，苍蝇站在上面都要劈叉。哥们这形容的就很生动。来看最后一个。你打妈干嘛呀？你打妈干嘛呀？很好啊，光说对不起。Again， 对不起。下次不可以打妈咪，是不是？说妈咪对不起。Say it。说妈咪对不起。啊，妈咪原谅你了啊，下次不可以打妈咪，知道吗？爸爸的脸都漆黑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早上醒来一翻身，谁懂？这呼噜打得挺香的。来看一下评论啊，姐夫看着不像本地人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多损呐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如果在高铁上，一个站票的人想和你换坐票，他的态度非常恶劣，甩了10000块给你，那你换不换？要是你们换不换？来看一下大神评论啊！我不允许你说的态度恶劣，我也不允许你这么说的。来看最后一个。这么长，毕业上河图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好，根据我们先来看视频。父爱如山吗？来看一下评论啊！小小年纪就为了老父亲遮风挡雨，哎呦我的妈！小小年纪就承受这么多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，看今天你怎么说？哥，怎么长这样子？你难道真的不喜欢我？这出丑了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呢？来看一下大师评论，大师兄竟然对二师兄做出这种事来，这是我能讲的吗？我笑得不行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给你俩买两双鞋，但没有一样的了啊、哦、没有一样的，你俩这个是熊猫的，
啊、哦，这个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龙啊！为了不打仗，一人一只啊、哦！啊，这样不打仗是不是啊？啊，行不行？行。不行，凭什么？他左脚是熊猫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哥们，你这发音有点费舌头啊！你看这网友评论，你学过去了，学到俄罗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哥们的俄语自学成才。来看下一个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这上面的爸爸是啥味道？看一下大声评论，见过抽电子烟的，头回见，吃电子吃的。形容的很到位呀、啊！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不错，家长你应该没有什么叛逆期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段孔雀的情绪，这是开心的孔雀。这是忧伤的孔雀，这是孔雀吵架，表演结束。这个视频一出，有个网友坐不住了，我们来个孔雀吐痰，请看表演。你还真是个人才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五虎同庆，每小时奖10万元。这谁敢做？在哪儿？我把我家母老虎送过去，他能当大王。哎呦你妈！放一杯米跟三杯水，然后呢？电击合成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你吃巧克力了没有？没有。吃巧克力没吃巧克力？嗯，爷爷。吃没吃？实话实说。这个没有。真的没有啊？嗯。嗯。站得住他的就是没有。再看一下网友评论啊，真的没有，嘴巴都生锈了，好久没吃东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对对对，说的一点没错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遇到凡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指掏出来拍朋友圈。你的心态是真的好，不过坐电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。我们来看这大神评论，这是坐电梯去攻打南天门吧？还得找二郎神碰一碰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每一个眼神都能完美的碰过。星辰啊。还没走过。你看不见我们吗，星辰？你看不见我吗？见过家庭不和的，没见过家庭不收的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刚刚人去医院，我找你来了，学个证。这啥黄金？我这真大一块黄金。啊？咦？这给大爷整的有点尴尬了。我们来看这评论啊，陈一希给大爷混都吸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以稀为贵。这些人才呀、啊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小孩整懵了。来看一下大视频的，像极了公司效益大好，大家等着发奖金的样子。形容的很到位呀、啊！来看最后一个。奶奶差点改变了历史。
今天到网友投稿，好，回去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个荣誉拿到手软的，来看一下评论。爸爸说装起来，儿子说呵呵已经装起来了。这个装的到位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啵隆啵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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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就是有点废腿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我妈说面条摔了墙上不掉下来就是熟了。甩面条就甩面条嘛，怎么还做起自我介绍呢？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如果我还是18岁的少女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吃掉它。可是现在我已经是妈妈了，妈妈要吃，肯定是要吃大的。这反转的我猝不及防啊！再看一下评论啊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就算是他妈了，也别也糟。网友还是很担心你啊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我奶翻电话本。你咋的奶？我找家里人，家里人呢？你这上面有这么多叉呢？人没了，你勾呢？没了你打叉，你这是生死簿还是电话本啊？还有没有我名啊？有你名，有你名，有我名啊？你能注意点，哪天别给我挂上。老有我名没啊？没你名啊？没我名行啊？让你来人行啊？小卡布，老你这本太吓人了，你别写我了。你有事你联系孙子，让你孙子联系我吧。阎王对不上账，都来抄你的作业。这是管财务的吗？笑得不行了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神仙说感谢榜一奶奶杀的火箭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有网友说云南有泼水节，淄博有烧烤，那宁波有什么呢？这个提问一出，下面的网友瞬间坐不住了。宁波有宁波的电话一关机。还有网友提问，那请问深圳有什么呢？这个网友说深圳有深圳不发银子鞋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下面又有网友提问：那开封有什么呢？开封后请尽快死用。哎呦我的妈！都是些人才呀！还有最后一个网友提问：那上海有什么呢？上海南三亚，坐飞机去淄博吃烧烤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伞还带发射的吗？来看一下评论啊！放心，他跑不远，他还有把柄在你手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就分析的很有道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操、这么多血！下面的评论说，他是在娘胎的时候，里面落挂台风吗？你还真是个人才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加油！跑了50米，庆祝了150米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活的鱼汤，奶活，好活的很，奶活。哭了呀 ，Yuki 啊 ，Yuki 哭了。
感动哭了吗？你辛苦了，快喝，莫哭。万物皆有灵性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评论，这能不哭吗？一块宇宙都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这评论的我猝不及防啊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下面的评论说：“去吧，去晚了就不冒烟了。”这是要吃啊！我来个最后一个。今天做了一个眉毛，老板娘还送了一个美瞳线，花了我3800，好看吗？这不是纹眉，是修了条过道。新浪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这口烂牙实在配不上这个医生。这颜值仅次于我呀！来看一下评论啊，给我个地址，我有24颗智齿，需要8。你还真是个无耻之徒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下面的评论说：“是因为没有哈气吗？”看你是网友给你总结的到位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3-5，Patience is 这骰子拿到银行都能贷20万，你就输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出一股印度咖喱的味道，来看看评论啊！你这是谈到了白龙马的马金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形容的很生动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多少对金毛有点偏心了。来看一下大字评论，一个公寒。一个心寒，哦，一个够不寒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室友套被子真的很卖力。里边还招人吗？